第三十一题，三十二题是题组。永伦依照课本做了一个简易直流马达如右图，请回答下列第三十一、三十二题。第三十一题是问：马达线圈的电流方向如右图所示，则 A 端和 B 端的磁极为何？图上面已经帮我们把电流方向标出来了，我们根据线圈的安培右手定则笔画像这个样子，那我们晓得大拇指的方向就是 N 极的方向，所以呢 A 端就是 N 极，B 端呢就是 S 极，所以第三十一题问我们说，则 A 端和 B 端的磁极为何？我们答案选择的是 B，A 端为 N 极，B 端为 S 极。